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。今天怎么说呢？迷之声之前在逛视频的时候呢，看到这样一段名叫我的室友 Sonic 这样一个游戏的游玩视频。大家看这个总长度也才2分44秒。迷之声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，决定自己去拿下来玩一玩。然后呢，看到不少媒体啊、报纸啊都已经报道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说这是四个游戏中的一个，四个游戏呢叫做 Sonic 梦想集结。怎么回事呢？是号称是这一个黑客小组啊，在2013年获得了世嘉 DC 的一个开发工具啊，然后找到了其中的复原了其中的四个游戏啊 ,Sonic 系列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很明显是伪造出来的。然后呢，这个 Arkane Kids 呢，迷之声之前玩过他们的游戏啊，这个组它的主页是这样的，这个很狂气啊。大家看下面还有这种伪造的Windows 95的这种菜单。然后他出过些什么游戏呢？他这个有一个宣言啊，宣言是说什么呢？他的宣言是闭嘴，别说游戏的事。前往真理最近的道路，最快的道路是笑话。不要听别人的建议，自己设计场景。艺术的目的不是给别人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不要叫我们朋克。社区、社团需要空间来成长。形式主义去死，解谜、谜题去死。试着玩弄游戏的结构。糟糕比好更有趣。游戏内容的目的是为了隐藏起秘密。做一些你希望在 DC 上见到的游戏。然后呢，这个他们出过一些什么呢？现在在开发的叫 Perfect Stride， 这是一个滑板游戏。然后之前有一个 Zenith 啊，这个是 Zenith 巅峰的一个文字游戏之类的东西啊。这是什么呢？是 IGF 2013年的学生的获奖作品。然后迷之声当时也玩了，好像是也要输入推特什么的，就没输。但是是一个竞速类的，也不是竞速类的，非常流畅的一个游戏啊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叫什么《千蛇之间》啊，是个很坑的游戏。这个呢是叫大笨猫 3D.com， 是根据这个大笨猫 3D 啊，这个大家应该知道，这个很雷的那个游戏呢，它做了一个在线版本。迷之声呢看过他的一个介绍的视频，然后呢也是脑洞非常大。那总而言之呢，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，这个制作组是有点问题的。所以他制作出来的游戏怎么样，我们很可能每个游戏都挺短的样子啊，我们很可能索尼克这个呢也只能录个五六分钟或者十来分钟。然后呢，如果那几个游戏确实还可以的话，就再带大家去看一看这几款游戏是怎么回事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这个下载下来的目录了。它只有一个文件，是四个游戏合在一起的。然后这个是开头。这个伪造的破解的片头。这是他们的图标。好，点一下还能发声。好的，这个就是索尼克梦幻集结。啊，然后这边有四个啊。96年叫做来做 Sonic。做我自己的 Sonic 是 MJ Studio。第一个世嘉这边做的原型啊。是一个Sonic 自定义角色的创造器制作器。怎么样啊，他们呢很致力于呢让挠不到呀。怎么挠？被打开了。我的手变成了这个样。密码 ,White Glove。
刚刚发生了什么。再挠一下。接着挠吗？挠成了一个球，直接下杀手吧。要整他鼓掌的时候吗？莫非我的手都回不回来了？好，回来了。看来还是个很讲战术的游戏。哦，还可以拿出杯子吗？自行车好像就太远。脚的话不算挠。我的手回不来了，怎么办？ Go for the kill， 但我握不住这个呀。不行，好像一定要是长时间才行，要变成前面打成那个球的样子。但这个战术何在呢？一定是有什么方法。这个杯子一定有什么深意。刺猬倒是挺萌的。可恶，老被打。哦，什么？这是 Sonic 的脚。然后他脸红了，注视凝视着他的双眼。你做得过头了啊，变成黑洞了吗？Oh no， 你是谁？我？这大概就是我吧。我在走着，我在跑着，成为了像素。我是 Sonic 之类的。但我能做些什么呢？好，我按了一下键，于是我开始打滚。希望这是你想要的东西。然后我们面前出现了 DC， 我们用鼠标可以控制将它关闭。错误，影片设计的影片制作的奖励关卡出现了。新内容 DLC 室友，室友就是摄像机。我为什么在这个位置？这个手机不能动。哦，居然是贪吃蛇。我居然还要按键才可以。我他妈居然在一个游戏里面玩贪吃蛇，居然还玩得还挺顺利。哎呦，要死了，
只是时间问题。哇，居然在脚上。行不行啊，这个游戏。差不多了吧。我也不想弄个高分什么。OK, 13。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。又是你吗？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拿到。你为什么看着我？你是真的在看着我。OK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自己。对，因为摄像机在这里吗？我就是这一个吗？圆柱体，也对啊，之前的影子就是这样。这个开关倒是不能弄。也没有其他功能。下去看看那个蛋吧。下不下去，只能离开了，走不出去。我该怎么办？看看我，看看我，我这一坨蓝颜色的东西都变成什么样？无法摄影。哎，刚刚好像在里面看见了那个金光闪闪。滚轮滚一下，对，里面有一个小的摄像机，拉近了似乎可以让我拿到。拿到了。我拿到了13分，也是很了不起的。然后再来拍拍这个蛋吧。但还是下不下去啊，怎么办？可以把什么东西交给他吗？把遥控器交给他。不行了。在这边就被挡住了，无法到达更远的地方了。他没有什么想要的，自行车我们也拿不了。那边还是另一个杯子。窗外呢，会有什么东西吗？会在公寓里面看见弹头吗？但我们这个角度是看不到的。他们在拍我，我也在拍他们。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这个楼会这样出现，估计是距离渲染之类的东西。好的。什么？还能这样？研究一下，好像说在这边用手机飞走了，我桌子不见了，桌子飞开了。我可以来见蛋了，不不，整个世界都不好了。沙发下面也有一个蛋。
No, 不。无限坠落，所有东西都消失了。我做了什么了？我好像拿到了什么东西，然后可以跳了。但我现在回不去了。哎，我要出去呀！我飞升了吗？我这是飞升了吗？但我首先要退出呀。OK，这个游戏真是撑不住了。这个房间是哪里？啊，这个是在地下。我好像这边可以，终于可以走动了。虽然这个 Z 键的噪音啊，让我……不行呀。完全不是办法，怎么办？这边可以出去吗？这条路是肯定不能走。也出不出去？哎，差点以为掉出来了，看。这里又是哪里？但我知道出口不在这里。这条路会有尽头吗？近了，更近了，但是却是离出口越来越远。怎么办？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？还是纯粹是贴图错误？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只不过是我们可以站的地方而已。心累啊。哦，按 Esc 键可以强制退出，好吧。以及刚刚又听说了一个事情。我们首先看一下，在这个制作 Sonic 里面，我们之前做的是什么样子。对，我们好像做的就是这个，然后上传到世家网，是吧？怎么回事呢？在这里有上传文件啊，我们之前拍摄的
影片和我们之前拍摄的这个全都在这里，在多余的文件里面呢，有这个下载码什么之类的，不知道是什么鬼。J.O. 请不要买 Mother。文档蛇有引擎，不要踩我。我已经问过世家了，什么鬼？不安全的文件，已坏的文件，数据，不好的数据，居然都是 BAT 文件。解压一下，瞎来的，并没有什么真的可以用的东西，都是这个不存在的路径里面的一些东西。Smoking gun 冒烟的枪是一个 GIF， 然后这个世嘉网络点 EXE 这个用户名我们之前好像录的时候看到了吧，在婴儿床那一关，而密码就是那个 white 什么东西，稍等。是的，我们这个用户名是 MJ Studio， 密码是 WHET3GLOVE White Glove。选择协议，世嘉网络北美，这个连线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安全模式。居然还真的要上网吗？上，我先不允许他访问，免得他真的是什么病毒之类的东西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把他的声音关了。然后再来运行一下游戏本身吧。OK。好像就已经差不多了。OK， 上传到世嘉网络。是的，于是我们就连上网了。连这么久没问题吧？上传成功。大家别忘了，这个此时还是没有连上网的，它纯粹是字迹上的一个东西。OK。然后呢，上传成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到这个联网游戏《弹头博士起源》，这就是我们刚刚上传的角色。 OK， 那我们再去瞎编几个人吧。哎呦，这个真是太复杂了。虽然你说游戏性吧，不存在什么游戏性，纯粹是这种什么鬼的这种东西啊。但你说他，但不知为何就是让人欲罢不能，想要探知其中的种种的。
想让人居然谈一摸屎在这里也变成这样，就是想让人一探其中的究竟。OK， 好，我现在已经有了两个角色，以及之前不是说那个月亮什么吗？给大家看一下吧，月亮可以拿过来。于是我们就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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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，把这个遥远的月亮把它一路的滚问。我不想听你们那个什么，它有没有重力啊？没有重力，所以不会自己掉下来，一定要滚回来才行。滚滚滚滚滚，月亮抖啊抖，好，好近了。喂，接灯，相当大啊。当然和月球的大小不能比，但就这个游戏来说相当大了，我这个滚的手都酸了，手指。还没到吗？要来了。月球里面什么鬼？以及它既然已经有这个杂音了，我再 Z 一下，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飞。算了，不解，反正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。我们还是去看一看弹头博士起源吧。结果就覆盖了，我还以为可以选择人物呢。好，登录。什么？居然是这种走路方法吗？鸵鸟式的。爷爷在哪里 ？Nelto JK 啊是什么 ？J K 和 AR 不能用 ，J 是我们这个发声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这个能力啊。弹头博士在这里，这个视角是固定的，远方似乎是海，有什么东西在那里？并没有。哦，什么鬼？这是弹头的胡子之类的东西，但我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，好艰难呀，四周一片白。同时在线人数1024分之1，好，我不能 J 了，我说不出话来，是要交给你吗？他哭了。什么鬼？要帮你收集什么东西吗？要好好对待一个蛋宝宝，你可能会获得奖励。原来这是蛋宝宝吗？我们要收集这个东西给他吃了。来吃吧，蛋宝宝。关键是这个地图，想吃吗？来，靠近了他会流口水。
你说一个猎奇游戏做的这么精致，做的这么复杂，变大。这就是弹头起源的这个游戏。爷爷在哪里？但我看不见其他地方有这个冒泡的东西啊。这个视角又不能变。这个地图好大。哦，这边好像有，没错吧？这么多。我决定先去最远的地方。这就像地标一样，可以让我认清楚它在哪里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这边有一条路。啊，不是路，是那个长杆子的影子。我想要在影子里睡觉，但我睡不着。请亲亲我的头。这边的地形好像有点问题。大家看，我从坡上掉下来都不能走过去，好诡异啊！一片白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好，回去了。哦，地上原来还会显示我们的这个方向啊，意外的在这种地方很良心啊。这边有一个，又不能做标记，这边也有一个。快快吃，变大吧。我们找远的那一个。这个地图究竟有多大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而是这种这个，其实你说可玩性的内容很少，只是在大地图上空旷的走着，这种格外的有魔性，让人忍不住想要知道它后面藏着什么样的秘密。到头来你说玩了这个游戏值不值得？花了这么长时间在里面，值不值得？你要是以获得乐趣的程度来说的话，肯定不值得。但是作为一种洗涤你心灵的啊这样一种经历来说的话，我只能说能有这种经历和没有比起来，完全是不同的经历。这个是蚯蚓吗？我们像是一个鸟，然后呢，鸟在这边啄着蚯蚓，这边又有疑似道路的样子，但是已经看不太见还有哪里有这个地上的这种东西了。虫子，应该是虫子，叼起一个虫子拿回去给蛋宝宝吃，这还宝宝吗？这个视角啊，无法控制，以及我们仍然只有结一个键可以用 ，KKR 至今都还不能使用。游戏的爱好者们自我展示，他们认为 Sonic 这个角色啊，可以覆盖任何每一个种类，包括科幻。一开始呢，他是通过世嘉网络啊。可以用 DC 呢上传你自己制作成的这个形象。不幸的是啊，后来再也没有游戏有这样的创意了。啊，有这样的创造空间了。好，我们来制作一下 Sonic。头。什么？纯粹只是随机变大小。大家看见了没有？这是随机的。我们来个大头，
我们来个小头吧，腿，腿，这个也是随机的。手臂呢？这个头太小了，不行，稍微大一点。好，我们还可以，还可以改变它的这个样子。但是方向不能改，这个肚子也不能改，身体颜色，这个背景音乐很妖气啊，有那个 Eversion 最后几关的最后几个世界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名字也是随机的 ，OK， 超级太阳能卡利刺猬。哎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来个圆环套圆环，下一个镜头。好，这个好。好，截图 ，OK， 然后可以发推特，也可以上传到施加网络，然后他说没有连接器，这个是打印模式。下一个镜头，OK， 好的，这就是这么一个游戏了，96年的。而且他这个自己播报的时候是我的梦幻季节。好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《弹头博士起源》97年。关于这个游戏几乎一无所知啊，没有任何相关的文档留存下来。在代码当中我们发现呢，这应该是一个多人在线游戏啊，但是很少有人见过开头画面之后的东西。好，没有网络，是的，没有这个网络连接器啊。说是说四个游戏，其实基本上估计也就只有第四个能玩。好，索尼克影片制作家，内部的文档呢，似乎是。世嘉发现了这个他内在的一些支线剧情比较黑暗之后呢，就把这个游戏给撤了。啊，这个游戏啊是超越于时代的，可以制作各种游戏啊。好，这个片头很有意思嘛。好，怎样游玩？然而怎样游玩，这个居然好像是蜥蜴。好， WSD 是移动，空格是跳，左键可以抓取物品，中键可以推或者拉，右键是摄影模式。摄影模式的下面啊，按住右键不放是摄影模式，然后按左键呢是录制，滚轮呢是可以缩放。OK， 要拍好电影，首先你手要稳啊。按住右键呢，就可以进入录制模式、摄像模式，稳住你的摄像机。拍完之后呢，从红色的出口大门走出去啊，这样，你就可以告诉 Sonic 今天的拍摄你很满意。在拿这个道具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滚轮。把它推进或者拉远，拉近或者推远，啊，影片设置过程中啊，可以用意见来拿东西。索尼克和朋友们喜欢碰各种各样的道具，啊，我们来试试看。然后场景呢和 DRC 都是空的，连这个大楼都这样。这个倒是很套路啊。好，
场景只有一个后院。欢迎来到 Sonic 影像制作师。左键呢是拿起东西，滚轮呢可以把它拉近或者推远。是的，这什么声音啊？狗在叫还是怎么回事？哇 ，Sonic， 你被车撞了！你这是要当心被车撞呀！而且这是我们做出来的 Sonic 吧？好像颜色，不，他还穿着纸尿布。掉下来，这边是出口，然后这是车子，滚轮呢可以照样是可以这样。这边还有些什么呢？啊，这我们获得了摄像机，我们有手了。右键呢是稳住镜头，然后左键呢可以拍摄。只能拍六秒，拍完了，拍完之后我们就只能到出口。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什么？这边还有，啊，这个是台词。把球扔过来 ，Daddy。放在这里。完成之后，走到出口就可以看这影片了。这个 Sonic 宝宝居然自己还在不停的滚着，这个比较强大。爸爸来扔球吧。然后还有呢，我们回家吧，我喜欢我爸爸，这个真好玩。我们能不能重新录啊？不能重新录。 OK， 不过我们刚刚也录了不少。你说费这么大劲做出了这么多看似可以做的内容的东西，结果只让你录六秒钟，声音是从这边传过来，这边是摄影棚后面对吧？这是什么？有一个弹头，请救救我，我需要一个足球。好，我们把足球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阴暗的这个支线剧情吗？我们不能跑呀。来，我们去拿个足球给他。好，这边的这个声音仍然不知道是从哪里传过来，因为这个黑黑的完全看不见。好像声音源头就是这里，然而并没有东西。好，我们去把这个足球交给这个弹头起源。 Hello， 扔扔的话就是我把嘿，我不是扔了吗？扔了之后我嘿，然后怎么了呢？我扔了呀。好，可以把扔这个也拿过来，他的对话也这样，然后就没有路走了。我刚刚已经把这个球给扔掉了，这个弹头呢也没有办法把它拿过来。 OK， 好吧，那就只能这样了，再研究一下吧。好像是没有更多了，我们出来看一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拍下来的。
音轨哪里可以买到呢？是的，我们拍出来就是这么六秒钟的一段，估计六秒钟也是可以放在推特上，也可以发成 Vine。 好，下一个场景，原来还有下一个场景吗？这个说拉我，我拉我拉我拉，哎，拉了这么远了，好，好，这个是晚会，索尼克自己在跳，这边是摄像机，但不是我们可以用的摄像机，这才是我们可以用的摄像机。草莓小蛋糕，来吃吧。好，蝙蝠妹，菠萝，我们要不要接着去找个蛋头呢？好，我们拍的时候就拍一会儿弹头，这个好棒，答应我啊！看这个，我们来跳舞吧。嘿，看这个，真是行苟且之事。那么剩下的几个拉一个会怎么样？好，这个是拍照，啊，这个是绿色的场景观，这是跳舞毯，哎，这个是白板，打光的应该是，拿个菠萝，哎，好，我们这边是出口，当然是在其他地方了。这边好远呀，看不清楚，好像没有路，还是只能到这边来。我们这两个都拉过了，这个是大幕布的后面，哦，这边后面还有多出来的这个字幕，多出来的这个对话，不要碰，奴隶主人，这里也有一个摄像机，究竟在拍什么呢？这边也有很多菠萝，这么多菠萝，扔出去，拿着一个，我怎么又听见惨叫了？OK， 不去管这对狗男女了。这个是出口。那么这样看来的话，就只有这边往后了。那边隐隐传出来一点光，不知道有没有。已经撞到墙了，没有。绕一绕再。啊？这边怎么就没有那个蛋在了呢？怎么回事？难道那次也是拍完六秒之后才出现的吗？会不会是这样？我这对狗男女拍完了，我拍个跳舞毯。OK， 拍摄完毕。好，再来找一找。难道我可以还可以再拉一次这个？不，它已经高到我们拉不到的位置。这个真的是
网上有一群人在钻研这个游戏啊。他说什么呢？这边这个菠萝啊，正常的菠萝是这个声音，但是有一个菠萝呢是金属声音的。然后那个弹头依然不知道在哪里，找一找。这个上面有这么高的塔，我们上去看一看。哦，上面这个有一层是吧，上面有东西是吧，那怎么才能上去呢？肯定有可以上去的方法，研究研究。据说啊，要跳上去的方法，以及啊，它是碰撞的时候就会掉星。据说要跳上去的方法呢，是好像是拿着一个东西之后把它放在脚下，然后不停地跳，然后说不定就可以跳上去，不是吧？这个也太雷了吧。然后我跳在桌子上，然后拿住桌子，然后我跳。哦，是的，我跳上来了。大家，这就是一个左脚点右脚跳上来的故事。但我现在刚刚有点不行。那么首先呢，要把不是这个菠萝，那个菠萝在哪里？对，我把它放在这里。要把菠萝先扔上去，这个就难了。可不可以我把它用滚轮把它放上去试试看？好高。好，好像放上去了。好，希望没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用桌子跳了。我在贴墙跳，拿着这对狗男女。我勉强上来了一点。可恶。我跳上来了，但是现在不知道方位在哪。哎，又掉下来了。哪里才可以上去不下来呢？好，狗男女好用。这边的墙，好，到了这里。是的，上面就是弹头了。但关键是这边还有一点路。好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菠萝也在。我绕得过去吗？好，我过来了，但我卡在这里了。把假的水果带过来。是的，假的水果我知道在哪里，但是啊，对，就是这个，我扔上来了已经。发生什么了？不要扔掉这个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刚刚出现了一点点，反正我们是逃不开这个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这就是我们所拍摄的场景，当然没有拍摄到最后的 bug。 下一个场景。
旅馆、酒店，又听见了惨叫声。我是个什么形状？我是个柱子。这个车没有办法那个。我们沿着这个惨叫声去吗？请勿打扰。全都请勿打扰。上楼去了。好像在打架的感觉。Tails 在这里，不过他好像纯粹是喝酒喝多了而已。来来来，狐狸君你也上去。太美了。啊，欲火焚身，我好寂寞。好，那么我们又应该去找那个弹头了。不会是杯子有什么不同？不，我们先去找到。Room。甚至消失了。Room 啊。OK。我们还可以从这边来拍，也是另一种趣味。是要出这个度假村吗？还是在哪里？还是这一次也在顶楼吗？但我这次好像没什么东西方便可以让我跳上去了。拿着一大群人跳吗？总之先上楼去看看。全都给我出来。抓不出来，他们好像固定在这里。这是 Shadow。 快让我跳上去。他卡在屋子里。好，我竟然跳进了屋子里。我在Chaos control! Maria. No! Chaos control! Maria. 为什么他叫了一声玛丽亚？玛丽亚是谁？难道是磕脑袋的原因跳不上去吗？我要上来，上不上来？再试一次。好，我上来了。我们干了。你看，你一个人寂寞的在这里。说着，我们干了。OK。然后呢？弹头在哪里？那边还有更多的文字。哦，那边还有更高的山。弹头我好像看见了。你要我把谁带来？弹头不说话。莫非真的是要拍摄完成之后才有？ Have a great summer。 永远不要忘记98年的晚会。这边是出口，上面还会有东西吗？再带着 Shadow 过去一下。但是有点磕脑袋。是的，我们要往回跳一点才能跳。
Birth Control。What？ 避孕。那边有个什么东西？先来把避孕拍一下。然后。This。另一边的这个楼有什么东西吗？奇怪的东西。会不会可以出到大楼的外面呢？建筑群的外面，但又怕出去了就回不来了。是的，这边是外面了吧。 Keep moving. Bingo. 这边好像外面没有东西了。 OK， 掉下去的话应该就游戏结束了啊，就回不来了。 Playtime is over. 是的，还是不要做这种死。OK，拍完然后再去找弹头，决定了。哎， C 键是什么？ C 键就是我们之前获得的那个东西。 OK， 他跟我们说不要掉了，真的再也掉不了了。大家知道迷之人在录的时候这个音量是比较响的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我就这样在录这个游戏，这还能叫做是游戏吗？好，录完了，录完了，他依然没有话说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大家好，在旅馆的背后还有一个弹头，这个原来游戏的声音我把它给它降噪处理，以及我们现在站在半身。陷阱地狱，我爱狐狸，但是我很害羞。是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狐狸带过来。带过来给他之后会怎么样呢？我的梦想成真，获得了一颗燃烧的心。还真的整个地方都烧起来了。赶紧跑，以及我现在还是半拉站在地里，感觉要掉出去了，走路都卡了，不知该怎么办是好。有一半都在关卡外面，还有据说那个如果你能跳到月亮上的话，月亮里面也有一个眼睛之类的东西，但你要我越步跳到月亮上，这个真的有点难吧。我现在都已经半拉了，会怎么样呢？这个地方已经不行了，已经被八个大爆炸炸成这样了。Shadow 已经在这边转了这么久，我们直接出去吧，不行了，迷之声的耳朵已经受不了。我们把这个心送给里面的这些人去吧。虽然拍不到什么，不，既然你们不要的话，我还是拿着它到出口去吧。我来了，差点卡着出不出去。你被开除了，你被解雇了。
拍摄的时候用 E 可以，这个是要人体实验还是怎么样？这边回头，我已经饱了，喂给我更多。这句话也放在这里。长成这样，弹头在下面，好远的地方。摄像机在这里，好可怕！不愧是传说中的。弹头在那个方向吗？我们还回得回来吗？可以把那个东西直接从远处拿过来。对不起，爸爸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关键是我跳不出去啊。无法跳出去，怎么办？爆炸吗？跳不出去，只能看见那个弹头。之前在下面看到了一个新的对话，感觉还会有其他的。研究一下。对了，说起来，这个我们在摄影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把这个缩放一点点，而且呢，按 F 可以改成不同的滤镜，这个是普通颜色。还有这个颜色，我们接着喂它吃吧，看看还能喂出什么来。出现了，这也可以吗？他把他把狐狸吃掉了，我依然动不了。是的，这就是这一关的剧情。只能离开了。真的拍成了一个恐怖片的样子。啊，这台词我能说好几天。怎么有直升机的声音？
重症看护。 Amy 和 Shadow 手牵着手站在外面。简直是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，应该是外面的人说的。怀孕真的很不容易，干得漂亮。这个不是产室，这是反产室 Ambers。 还吃吗？不能吃了，甜食。请停下，请不要再敲这个玻璃。哦，我是爸爸，要这边要砸碎才能出去。这边是把东西砸出来。是的，我们哪怕是用这个也能砸。让我出来。于是他就出来。然而这些精彩的过程我都没有拍到，因为我还没有砸碎玻璃。我是爸爸。然后呢，我没有其他路可以走，我要拍拍直升机吗？还是可以用这个？哎，这边还能啊，纯粹是大铁球，但我们因为自己用力把它砸开了，所以没关系。但我们知道砸开之后八成还会有什么剧情之类的。这个倒是挺好玩的。好像没有新的东西。好，出来看看。你们是怎么回事？他就这样摔下去。我们也不能再出去。这上方是个 UFO 是什么？那边有弹。那边有直升机。哦，我跳到了下面这一楼。我的屋子烧毁了，你能给个金环？是金环，我在上面有的。原来这边有路可以走，我还以为自己一不小心跳下去回不回来了。这个游戏真是怎么说呢？哎，金环不见了啊，在这里。嗯 ，pro-life 就是它是反对流产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台词拿掉。让那边的蛋说这句话。差不多了吧，就这样。噪点，然后抖一下。 OK， 拍摄完毕，可以回去了。很可能还有其他的蛋在其他的地方，但我们这边是见不到。砸我吧，砸不到。病人 Rouge 啊，蝙蝠 Rouge， 血型 Nightcall， 怎么回事？
为什么出口不是出口？为什么变成了这种样子？怎么有点铲盗的感觉？你这个游戏做成这种样子，你让我……下一个场景。上来就在这个内脏般的地方，会发光。其他的蛋并没有用，只有这个有一点点用，能装备起来就好。拿起来，这边只能拍你了吗？去出口，出口在哪里？你堵在这里，往回走吗？我蛮想拍拍这个的，像一张笑脸，不过我已经拍完了。他说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剧情，这关其实还很长，但我们在一开始这个地方就拍掉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还真的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游戏，大家都被伸出来了。我先把钻石放在这里，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什么。给妈妈笑一个。哎，你出事了吗？你遇见意外了吗？只不过我们之前在另一个地方看见了别的东西啊。什么？你也可以拿过来吗？这个是婴儿床的视角。 OK， 好吧。哦，钻石飞出去了。 Oh no， 我还能跳上去吗？好像不停的前后，好像磕脑袋了，看来是跳不出去了。啊，这个看上去已经是昨天出生，然后这边是用户名 MJ Studio。这边是窗，这边打嗝妈妈的声音，然后我刚才已经录完了，只录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鬼的东西。床里面，哎呦，尿布不错耶。你们生活在这个地方还真的是秉承了所谓的这个啊，游戏就是要做各种各样的秘密。这个好像也有尿布。好，那随便抓一个带过去看一看，会不会他们有什么需要的。并没有。那么我就让这里的世界崩坏一下。走喽，不可久留。于是我们这一关
最有野心电影奖。好，全部完成。完成了，这就是最后的样子。没问题吗？这个，你们这个 party 是这么开的吗？签名，估计是要登录网络之类的啊，连到了网上，离开吧。没想到这个游戏太可怕。是的，这个留言本。我做了什么？我究竟做了什么？这是什么游戏？做玩这个游戏真是大错误。我很高兴，谢谢，哈哈，这个游戏太好玩了，好样的！哎，你为什么活着？把我塞进冰箱里。是的，后院，舞会，旅馆，卫师，出产，婴儿床。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我的室友 Sonic 了。我的鼠标好像不见了，稍等一下。 OK， 是探索人类与刺猬之间的关系，在现代的一个公寓里面设定。这个游戏呢是 VR 技术的完美的第一步，但是这个世嘉的 VR 头盔呢一直都没有发行，所以呢这个游戏也就埋没了。好，据说加入了 Oculus Rift 的支持，但是因为迷之声没有，所以这个也没办法体验，然后强行做了一个非 VR 模式。我的室友 Sonic。 是的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VR 型，是全 3D 的。好，聚焦时间长就可以。什么？我们和 Sonic 一起在看刺猬片，干得好哟。哦，手机短信。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室友你对他什么感觉呢？好，就是可以选择吗？选择是。哈，我不信。啊，这个要，他说要把握每一天，然后说看你的窗外，远远的弹头博士在。照我说的做，他好像手里有一个要引爆炸弹的这种感觉。挠他痒。是的，迷之声之前看就看到这里。